去的原因，那边有个类似猿猴子啊，灵长类那一种。我担心那个。他那个地方就是有那个灵长类的猴子，或者是说什么之类的那种一个灵。嗯。嘿，就算是三妹在那边，你们闻到那个味道就是他的那个。对，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不要进去，是因为他在那边霸占着。可是刚才那边，你有看到吗？他那边有用那个封条围起来，对啊，而且围的形状超奇怪，墙壁还写一个死。那一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、啊。那个不要去，你们下一次如果还要再来这边探险，跟你们讲这个上面。嗯。会不会是跟过来？不会。哎呦，没事，不要怕。那叫头声。会比较紧张，我已经习以为常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怕的话，你的精神就会散的话，他就会来侵扰你。嗯，你只要你精神守住的话，他们不会来那个。哎，你那个香好，对，这个帮我拿走一下。要食指还是？就是那个双脚的部分。双脚。帮我下。张哥叫我们一不要过去啊。他的楼梯口马上咚一声很大声，对啊，就跟刚才我们在拍那个很像教堂的那个门那里一样。对啊，你看通过。他在这边也是有一段时间的。那边上面真的我们尽量别过去啦、因为那边因为其实还很高嘛，对，其实它上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有盘住在那边，对，所以你们刚刚有闻到味道啊，很像宠物没有洗澡那种骚味、是不是说很像猴子的骚味，就是刚刚一个空间他们都在那边。看你们要不要撤啦。对啊，如果是说还不撤的话，就先到一楼。先到一楼去等。因为现在就开始慢慢这样交换的话，它会从上面慢慢交往下这样子。对啊。如果是说交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样人走过去的话，有没有？就很容易会影响所谓的鬼挡墙之类的。对，就所谓的空网或之类这些，我们会有时候会找不到路，就是被遮掩了这样子。这个房间怎么之前好像没有吧？这个房间，那好像是被故意从楼上丢下来的。对啊，那楼梯间。这个是那个升降梯。有人故意把它往下丢的，这么小心要不要跨太过去？原本都没这些东西，那好像后来有人恶意把它丢下。
那张哥，因为教头我觉得他体质比较敏感，还是那我们先下去。没有，你先等一下在旁边空地这边帮他处理，他处理我们。不要在这边处理，现在已经开始交换。哦。要不然你走中间，你走中间吧。好。你走中间。他这边有稍微起雾了，因为你看，我现在这里已经，你看，雾没有掉，掉，没有办法对焦啊，对啊，雾掉了。你看，我对你们这里对得到吗？这样子对得到吗？我转过来之后，小心，这里，我们从这边走。你们先走吧，你们先走。你刚刚是从这边的吗？对。来，可以帮你来。那张哥帮你处理。这个一定是那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边是被发现遗体的地方。那我们先不要在，我们在门口那边帮他处理，免得被人家那个干扰。张哥，那我们要先出去外面那边吗？先出去吧。这样，蛮晕的。哦，对嘛，跟你讲就开始了嘛，开始了。你看，这好像有血。有一些痕迹啊，而且这有两块，两个一块。对啊，应该是有人来挂杯。请播。先出来好了，教头好像不太行。好。要在这边帮教头简单处理一下。好像比较轻呢，有吗？嗯，等一下，你那个石子给我。哦，好。这边你帮我稍微遮住，不要太亮。石子。来，教头你拿一下，拿三颗出来。